珊珊说，她曾经给你们这一组建议了比较简单，但是很适合你们现在的程度，你们没有采纳珊珊给你们建议的结构，你们自己要排难度很深的。我个人的原因，这也确实是我要改的地方。这个小品对他们来说是有难度，但在排练过程中，石头他给过我有发光点，我只能说他今天。 状态也不太好吧？这几天确实找不到状态，浑浑噩噩的，真的是没状态。我需要好好调整一下。所以，石头，我希望你能把这次考试当中出现的问题，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心态，你好好去琢磨琢磨。我知道。甄别考试的最后一名，要离开，要离开。 离开。这就是规则。老师。 说，我愿意换一次。如果今天我就换不了，我觉得大哥也能再换一次。我愿意换一次，我们都可以换。我们把考试当什么？当儿戏吗？那为什么他这么努力要走呢？所以我觉得甄别制度现在开始就是个错的，我也不想选，因为我想选啊，取消甄别制度，取消。